叫罗开怀，是一名心理治疗师。我们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病人。病人车祸之后精神恍惚，还总幻想自己是古代的王爷。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。王爷。第一步，成功融入情境中，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。这是本王的血。以现代事物找回现代记忆。王爷，这个叫扑克。您看，这是一个画画的软件。你看像不像你？你不用再说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我好像假期真做了。我朱轩愿开怀长留深泽，两情相悦。我罗开怀愿轩文早日康复，走出情境。以此赞为誓，此生之情来世再还。我梦里的那个人是他。等这件事情过去，我一定向你好好解释。开怀，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我不接受。愿意白首之约，共百年之行。我们的故事早就已经写好了。